现在中科院真的很厉害，研发了极音速，超音速已经不够看了，还要极音速专门对抗中国大陆的东风十七，打得过吗？你真的以为是靠自己吗？它里面有太空科技，有靠美国极音速飞弹的弹头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弹头，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坦白说，我先科普一下什么叫极音速飞弹。最简单的状况是这样，一般来说五马赫以上就叫极音速飞弹。可是啊，极音速飞弹的原理是什么？很简单，像杰明哥当过兵就知道，当兵的时候要丢这个手榴弹，能丢30公尺就可以放假，就合格了。是哦，很多人丢30公尺丢到手背都脱臼。30公尺有很难丢吗？很难，很难。所以通常你丢多少？我25。我跟你讲，当兵很难。留手。可是哦，我换个方向讲，那个前面看的人，如果当兵的话，你留言30公尺难不难？很难呐、啊，很难。尤其是我们在旁边吹风都觉得，尤其是很多读书人，好不好？平常没有运动，然后丢30公尺腰的人很难丢啊，很难。可是哦，我换个方式哦，有没有打过水标？打水标丢打30公尺非常非常简单。你如果打过水标，你打出去的时候，常常随便跑二三十公尺，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是，你丢手弹丢出去之后呢？你一直在对抗地心引力，你的力量一直被地心引力抵消掉，所以你会往下掉。对。可是水标是这样，它有不同的介质，是空气跟水，所以当你要往下掉的时候，碰到水，它又往上弹，所以它的力量没有被浪费。水因为它介质密度比较高，所以它让这个水标的时候，是因为有表面张力，让它表面张力就是让它弹回来的关键，因为介质不一样，空气比较疏，然后水比较实，所以说透过它表面张力让它弹回来，所以说它没有对抗到地，应该说地心引力没有对水标造成完全的影响。很大程度因为作用力跟反作用力让水标可以打得更远，极音速飞弹就是打水标，意思是这样、你看、过去的导弹都这样，打上去之后呢再往下掉，对，可是极音速飞弹是这样，它打上去后它会略微超过大气层，你出了大气层就到外太空，外太空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空气、大气层内部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水，它会在大气层跟外太空中间这样巡回，有点像打水标的概念，然后速度会越来越快，因为它的动能不会被地心引力吃掉，某种程度利用介质的不同让极音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所以它可以突破五马赫的动作，所以说极音速的轨道某种程度被称为打水标弹道，有这种味道存在，当然它的幅度不会像打水漂那么快，可是它其实就是利用大气层跟空气中的介质的不同，让它速度越来越快，然后它不会那么需要去对抗地心引力。那极音速非常非常困难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件事情，它要出大气层，你一出大气层，你就会有宇宙射线的问题，你就会有太阳粒子的问题，所以它里面所有的电子元件都要有符合宇宙规格，包含你外面涂料、太空涂料，你里面的元件要抗辐射元件。然后呢，因为它速度包含6马赫、8马赫甚至10马赫，所以它这个弹头也要特制的弹头，否则会融化掉，因为太快会摩擦生热。所以你看，当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叫麒麟专案或是云峰专案哦，我都可以100%确定背后有美国在后面影子。你要知道，我们现在雄风飞弹打200公里而已。可是哦，极音速飞弹因为它要出大气层，它有可能一出大气层马上往下掉吗？不可能。所以台湾海峡只有180公里，所以它的射距一定是极音速飞弹。你看，因为它光是要慢慢爬出大气层的那个段距离，就可能已经500公里哦。所以极音速飞弹在大气层的中间再加速那个过程，可能又500公里。所以你看，世界上所有极音速飞弹，它的射距最短都是1000公里。甚至是2000公里，所以你看哦，像假设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专案麒麟专案的话，你看它的射距是500公里，对不对？可假设哦是云峰专案的话，是1500到2000公里，500公里在极音速飞弹都算太短，因为你要出大气层，500公里绝对来不及出大气层。所以你看哦，如果当台湾拥有的极音速飞弹，而且哦有打到15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射程的时候，是什么概念？整个中国的一线城市都在我们的打击范围内，包含重庆在内。所以说，过去我们都知道台湾的飞弹射程是极度严格被美国所管制的。美国说台湾海峡是180公里，所以你的飞弹最多只能打150公里，你非得要等所谓的中国的军舰开始渡海了，过了海峡中线，你才可以打它。现在之前买爱马仕飞弹说哇可以打300公里，我们现在开那时候开心的要死，有没有讲说我们可以源头打击的，我们可以打300公里？抱歉，现在叫做1500公里，叫2000公里。所以其实站在美国角度，他很清楚，台湾的防御率越强，对于美国人来说越安心。毕竟因为现在全世界各国，包含俄罗斯，包含中国，甚至是包含美国，你看都在做极音速的战备竞争。
可是呢，站在美国角度，我如果可以靠台湾，我何必要把美国的本土陷入在战争危机之中？所以这个时候，第一岛链的优势就来了。第一岛链包含日本，包含日本也在发展极音速飞弹，包含台湾也在发展极音速飞弹。所以你看，整个第一岛链，日本跟台湾如果都极音速飞弹都已经发展成功的话，等于是有两个匕首深深的插在中国身上，这对中国来说威吓力会很大。哎，这个美国的这一个啊 ，AGM-183A。射程800感觉还好，可是它号称华盛顿到莫斯科不用15分钟，哎，也太快了吧！我现在按下去，然后我去尿个尿，然后飞弹都已经炸过去，这个意思吗？然后呢，东风就是刚刚讲的哈，我们本来中科院设定的对手可能就是这个解放军的东风17，它的射程还蛮远的，最多可以到2500公里哦。然后呢，它用发射井或是铁路平台都可以发，10分钟，哎，一个比一个夸张。10分钟就可以到达第一岛链外沿的海域，真的假的啊？其实是这样子的，我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因为很多人都问说，一个就这个很厉害，然后那个讲一定要比美国更厉害。对，因为很多人都问说，到底是俄罗斯的耗时极音速飞弹，还是美国 AGM-183A，还是中国东风十七比较厉害？坦白说啦，数据上看起来都很厉害啊，但是实际打起来，我真不知道什么厉害，因为你要知道，武器其实最重要是要透过验证。什么时候呢？它验证会有在试载，就是在装备之前的验证，在装备之前验证，其实俄罗斯跟东风都是不透明的。那美国相对透明，可是你即便是相对透明的验证，它核心的验证程序在哪里？在实战上的验证。对。可是因为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极音速飞弹有在实战上验证过，极音速飞弹最大问题会是什么东西呢？当你的导弹的轨迹确定，你要破8倍音速。破20倍音速，坦白说都不是太大问题。可最大问题是你射得快，你射得准不准？这东西会是最大的问题，因为当你快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其实哦在瞄准的过程中有一点点落差，那个差距就很大。你应该可以很理解吧？如果我们只有一点点落差，你快一个程度过去的时候落差就很大，这叫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极音速最大问题就是我对于俄罗斯跟对于中国最大疑惑就是他们的巡标器或者他们的导航系统。有没有能力去承载这么快的音速的问题的极音速飞弹？但是当然了，对我们来说打不准是一个问题，可是有时候打不准更可怕。所以说，你问我说到底两边三个国家谁比较厉害？坦白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美国会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它的验证，因为你看哦，这些东西都有个特殊的差别，是你看东风十七是发射井，对，简单讲它在陆地上发射，然后呢，这个俄罗斯的是在巡航舰发射，可是你看哦。这个美国的，它是放在 B-52 轰炸机上面发射。你看，你如果放在 B-52 轰炸机上面发射，很简单。当你 B-52 轰炸机开始飞到一个接近大气层的程度的时候，你再加上这个飞机的加速度，同时把飞弹射出去的时候，本身就有个初速，再加上这个飞机的原始速更快，然后很快就可以出大气层。所以说，你看哦，它的好处是什么？它的机动性极高。它不需要固定在某个地方，所以你说华盛顿到莫斯科只要15分钟，可问题是，哎、欸，我知道 B-52 轰炸机已经飞很远，我干嘛从华盛顿起？我说的也是，我从华盛顿起飞，我飞到日本也是，我飞到日本然后再发射，那根本不用，这个是2分钟、3分钟就到莫斯科的事情。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整件事情美国想的比较远的原因，是因为你看到、包含东风跟俄罗斯，它某种程度还是防守型的。威慑型的，告诉你说我这边有，你就过来，我可以打到你。因为这个也是发射井嘛。对，就在陆地。可是美国这个东西很清楚，因为美国军力是做全球投射的，它不可能是发射井，然后远远它最后一定会有陆基型的。可它第一批它一定是所谓的飞机载的，它机载型的才有可能说，我今天要打中东打中东，我要打俄罗斯打俄罗斯，打中国打中国。所以其实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国家战略，然后设计出的武器也不一样。所以你如果从规格上坦白说，我真不知道。可是确实，至少我从它是机载型来看，美国的机动性跟布置的快速程度，绝对比中国跟俄罗斯来得好。